这个是应该是2岁的时候，这个是2岁半的上岁，我的兄弟姐妹，我哥哥，那个中学的时候，很帅。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。我小时候的过的生活是很开心的，很自由自在。我是也是一个很顽皮的一个小孩。我小时候的生活都在那个跑进那山里面啊，玩那个山啊，还有玩的水，很自由自在。可能就是太自由的关系，我在学校也是很自由，我的成绩也是很自由，没有太多人管，因为我的父母也很忙，所以我要跟我小时候的那个谢天王讲，那个时候应该放多一点时间去念好书，把书念好啊，一定有用的。后来就是我少年的时代，跟学校啊，跟我住的那个地方的一些朋友，他们叫我什么是武道。我一接触的时候，觉得原来是自己那么对武道有那么有兴趣的啊，所以就那个开始就入行，就是那个武道演员。那个年代就是我们香港的演艺圈是一个很光辉很黄金的年代，对，我跟很多歌星都做个伴。这是也是我一个挺幸运的事情，我喜欢我喜爱的兴趣可以能作为我自己的工作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可以这样子，也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。谢谢，谢谢。